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小军。国家第一号无形文化资产基隆中原记今年传承了168年，接连职主谱的是我们的黄姓宗亲会。黄姓宗亲会呢，不论从传统科仪、文化传承以及活动展演，无不尽心尽力。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呢，就要带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在基隆中原记的传承，来体验这一场民俗文化飨宴，以及黄氏宗亲会他们承先启后的努力。我们欢迎黄氏宗亲会的理事长黄峰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理事长好。第二位呢是我们的主委黄丁峰。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委好。姓氏轮值是基隆中原记的一大特色，也就是能够传承百年的主因。黄氏宗亲会很用心哦，他们将他们的故事拍成了微电影，我们先来看预告片，等一下再来听他们说故事。爸，你辛苦啊！我想要跟你约束，15年后，咱来合作，父子联手，办一个较精彩的，让全世界拢看到咱家人的中原精神。好，无问题。咱爸仔囝合作，把宝岛愈办愈好，愈办愈大。啊，小阿姨嘛，你讲会到，都做会到哦。无问题。高啊！今年是168年度的中元节，咱四个绝对袂当漏开。168一定要办得圆满，予咱家人一路发，你讲对无？对。阿林啊，你甲看，大家拢上天性、上谦卑的心在做代志，咱做代志哦。不是要做别人看，咱是要问心无愧。我知啦，爸，知了就好。这就是一份传承，一份责任。我们要赶快请教我们的理事长哦，来跟我们说说一下，这一次呢，黄姓参加基隆中原记，它的历史渊源是什么呢？我们那个基隆中原记，它是在咸丰四年，就是1854年开始哈，是抽签决定这个轮值的，就抽签决定轮值的这个顺序了。那当时是抽到的是张廖乾第一个，然后最后是许姓。所以是那时候是11个姓氏，在1854年的时候，那有一个俗语就是说张头徐尾，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后来呢，在民国36年的时候哈，我们增加了这个联姓会，就是当时有4个姓，黄姓、郭姓、李姓还有王姓，就4个姓增加这个联姓会。那70年的时候，我们黄姓、郭姓、李姓就，跳出来，就变成连姓，然后还有我们3个姓，就4个，再加上原来11个，所以就变成15个姓氏轮流。那民国70年，当时我们轮到族谱的时候，就是民国81年轮到第一次黄姓宗亲会轮值族谱。那这一次算是第3次，所以这个黄姓宗亲会的这个轮值族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黄姓宗亲会是脱离了这个联姓会，然后自己单独出来。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主委来跟大家分享这故事。民国81年第一次脱离联姓会以后，第一次族谱。那96年是第二次。那96人办的时候，我们的现任理事长他的父亲黄建志先生，他是担任理事长，主委。那黄大明先生是担任理事长，我担任炉主。那办完以后，大家都觉得好像我们已经尽了一份力，但是还是不够。我们大三个人相约，就是建制理事长，建制主委，
啊，大明理事长，还有这黄丁芳哦，这卢主，我们三个人相约，15年以后，我们三个人再战一次，那就是111年，就今年，今年的，那因为刚好建制理事连这主委啊，他先他往生啊，就交代他的儿子，就是丰年理事长，刚刚我们看微电影的时候，有交代说你一定要打起来。就是这个原因，那我们三个人三个家庭来把这个这次的族谱这样接班下来。那我们黄姓中青会有一个特色，就是方向一致，那完全就是为了要中青会。那想想看呢，以前在联庆会15个姓，那如果说15年轮值一次，那今年轮到那下一次是225年以后才会轮到，那一个人一辈子不可能碰到两次。那我们离开黄姓，离开联姓会，啊，变成15年轮值一次，才有变成一辈子轮3次的情形。那既然前辈啊这样的认这样的看法，那代表说我们对中原祭这个轮值族谱，我们是非常乐观其成，我们很慎重，所以我们乐于接办这个事项。谢谢。哎，真的哎，如果你在联信会里面的话，你真的这一今年你轮到，你下一次轮到就是180年后，对不对？那时候算的时间要，所以那个黄姓中青会的中长们他们就有这决定，就这样脱离，然后每15年就一次。那我们知道理事长黄丁峰可说是兢兢业业哦，每年他都存钱，就是要让15年后轮值到的黄氏中青会在中原祭的时候可以办得有声有色。而送灯献敬是黄理事长在接触黄姓中青会的起点哦，我们一块来看看这一项传统课仪。这个基隆中原祭送灯献祭的传统，是由庆安宫的法师将写着族谱姓氏的族谱灯，分别送到卢主以及自姓宗亲会，称之为献敬。法师从庆安宫出发，按照各姓氏族谱委员以及卢主的名册，一一到家中进行送灯献经，并且会在香案前诵经，为各姓氏祈福。一家伙啊，平安顺心，无灾无殃，一切平安顺心，身体健康。啊，那在四方，咱黄定峰律师事务所，生意兴旺。代进代利，代进代发，下言金碧财宝，咱饼顶红火高华，众神采纳婚礼的名啊！中原祭啊，他的那个族谱的主任委员，然后还有那个理事长跟我们的卢主啊，然后我们都还有各姓的那个卢主，我们都会来送一个卢主灯，然后就会祈求平安，然后祈安四福这样，然后就是。有这个主任委员，今天有荣幸做主任委员，然后我们那个7月，我们中原地官大帝，还有我们的那个好兄弟，大家然后在保佑我们的主任委员阖家平安，然后那个本境的，就是我们附近的那个众神，基隆市的那个大小公庙的众神也会来庇佑，啊，庇佑我们那个主任委员，然后就有每位有送到灯的那个。家里都阖家平安，然后那个身体健康，然后事业顺利，这样。上灯献敬，最主要是伫这回中原祭主要的人哈，包括诸位啦、理事长、楼主哈，各姓都有啊，主婆神各级诸位哈。那上灯献敬就是讲啊，表示讲对这一人哈啊，一个送灯献敬嘛，一种敬爱哈。那最主要是讲。开始哈，表示讲咱主那坡头要开始啊，这是一个很隆重的盛事啊，今仔日哈啊，庆安宫哈啊，专程上来哈，我非常感谢他，谢谢。而刚才说到这个送灯献敬是我们的黄主委哦，他那时候接触到中原祭的第一个接触点，我们要请教我们主委他的故事，是不是因为跟妈妈有关系呢？啊。在81年，基隆市黄姓中青会第一次轮值族谱那一年，我是第一次碰到。那刚好那一年我母亲往生，所以我只有出钱，
但是本身无清气，我们俗话说无清气，就不参与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盛事。那第二，在当年的时候，我就这样想：我妈妈往生，那留下一个父亲，那就剩下我考虑说，我父亲跟母亲呢，他们两个人虽然不识字，但是他们很恩爱。母亲往生，那父亲能够留下来吗？当时我就对天画下一个誓言，把他留下来。如果能够留下来，15年以后我会出钱出力。到了1995年，就是已经第14年，我父亲身体还健康，那我就当时就那我的诺言要实现，所以我去主动去找中心会说啊，我们不是要办族谱了吗？哦，他们告诉我是，那就那一年就安排我担任卢主。卢主按理是应该爱把杯，那因为比较特殊，可能要花多花一点钱，那把杯抱出来，万一啊那个人那个庄长哈，智力稍微不够，那不好，所以就指定一个人，好一样还是像祖宗像正我们的主神哈禀告说，就有黄定后担任卢主。那一年我是担任卢主，那第二年我就接任理事长，我就感受到，哦，办中原祭的确要花蛮多钱，那要花那么多钱，如果说一次要拿出来，一次要像中长募捐那么多，恐怕很累，所以我将当时就跟我们全体的中长讲，说我们平常就存一些些。有一些不用花的不要花，但该花的才能花，把钱用在稻谷上。所以每年我们黄信中心会大概可以存个5-60万，那15年下来大概存了800万，将近1000万。那这样哈，对于今年的族谱就不无小补。所以我们黄信中心会是的确是全体方向一致，大家团结合作啊，才能够把今年的族谱办得蛮顺利的。到目前为止，谢谢。对，真的就听起来非常的感动哦。你可以看到黄氏中亲为他们全族的力量在进行这一件事，在做这一件事。而同样一样代表有宗族意义的，还有我们的斗灯。银斗灯呢是白天的游行，在看热闹中还可以看见各姓氏宗亲会的用心哦。快看看。点燃鞭炮，利用中原祭的引斗灯活动，在周三下午正式展开。随着锣鼓喧天，车队缓缓前进。引斗灯是利用中原祭一项重要的传统活动。斗灯啊，是代表个性，它一种薪火相传。那么也可以说这样啊，我们是。昭告在路上的妇女鬼，好，我们要给伊拜访，请伊来接住我的行程。那当然，我们奉敬他的同时，也希望他保佑全民平安健康。引斗灯游行，我们就是把各姓氏的斗灯，用隆重的队伍，用隆重的把它送到敬安宫那边共同供奉，这是一种祈福的表示。各中亲会的斗灯队伍依据出发，绕行1211、仁二及中路等道路，傍晚左右抵达敬安宫，将斗灯安置在殿内，祈求平安。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斗灯？斗灯它其实有一个意涵哦，就是要祝福，就是给子孙可以绵延、可以长寿。这个意涵它里面有很多的宝器哦。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主委来跟我们介绍一下黄信中亲会的斗灯。我刚刚看起来很壮观耶。我们黄信中亲会是在民国34年加入联信会，然后加入联信会就有开始有一个斗灯。那民国34年到了民国96年，96年大概94、95年年间，这个已经用了60年了。60年的确，保养啦或什么也不容易。
比较老旧。那当时我们现任理事长洪林理事长的爸爸建志理事长哈，伊就讲哈，我们来做一个新的斗灯。他带着中青到大陆泉州的一个晋江，泉州晋江，他是也是听那个地方的工艺师傅很棒，去做现在的斗灯。那现在的斗灯是三座，本来一般人斗灯是一座，那我们做三座，中间那一座大概200多公分，比一个人还高，比一个人还高。那旁边有两座，就像我们在神厅的神位一样，中间的神尊比较高，旁边比较低，那个意涵。那我们的雕工非常的细，而且是用镶金的，所以现在如果以现在当时据说花了200多万，那如果以现在来做，三倍的钱都花不来。那我们小心翼翼的供奉，那最主要是我们怀着一份虔诚的心啊。那在每年的7月13日，我们就恭迎他到庆安宫去供奉啊，这是跟个性中心会一样，要拿刀钉啊，那完成这个仪式。最主要是期望哈，祈求讲哈啊，老大公好兄弟哈啊，风调雨顺，保庇风调雨顺，保庇我们市民平安健康。谢谢。对，不只为自己祈福，要为基隆全台湾的人民一块来祈福。这可以看到中青会他们这个存钱的存力量。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年中元祭主谱是由中青会来主导嘛，就呈现了各县市中青会的特色。但是因为近年来碰到了新冠肺炎疫情，也做出了一些改变哦。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理事长，是不是在今年呢有做了不太一样的疫情变化的冲击？那你们又做了什么样的因应呢？好的，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是筹备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成恢复，就是没有疫情时候的这个游行来做。所以当时大家就是以这个心态。那一直到今年疫情有缓和了，然后我们几个中青就去找市长，在今年的5月份吧，我们说市长今年到底可以不可以开放？对，开放我们采街游行，就是跟往年一样。市长保证说，原则上没有问题了。你们就是要恢复，放心的规划，恢复对。那我们原来就有这个心理准备啊，所以我们就是原来就准备。那当然，每一个姓氏中心会轮到主谱，他都会想尽办法。有时候甚至你事前保密，就是你一定要在某一些方面，譬如说我们的街头装饰啦，我们的这个主灯，我们的花车，然后还有各方面，你都想出奇制胜，就是不输给其他的中青会这样。那今年我们的丁峰主委，我很早就去年我就一直请教他了，因为他是两朝的，等于是两朝以上的元老，他就想花灯我们要用什么主题，然后一直酝酿到今年我们的这个街头灯饰了，还有7月份农历7月份整个月我们办这个街头艺人的这些表演，还有其他活动。一般来讲，大家市民反应都不错，而且说今年办得很热闹，这样子。对，那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主委哦，就是其实在办这些活动都要先想一想，那你那时候是以什么样的主题方式来进行呢？既然被推选担任为主委，那就必须提出一个方向。那我提出的方向是期望、祝福跟感恩。就是说整个活动我是抱着这三个方向，期望、祝福跟感恩。所以我们看从街头布置来讲，在大叶隧道一进就看到
平安健康发大财，这是一个财神爷的花灯，哦，大大的在大叶隧道的入口处，向进来基隆市区的人们，平安健康发大财。然后我们再看到海洋广场，我们用灯光，啊，科技艺术造了一条鲸鱼花灯，鲸鱼花灯长度14.5公尺，高度8公尺，蛮大的。那这个花灯呢，我们是以精彩一生，年年有余为花灯主体。那每个晚上的7点，在七夜期间，晚上7点到10点，每半个小时有一个灯光秀。那最主要是让这到这边来拍照打卡的市民朋友，好你，祝福你精彩一生，年年有余。我们是取鲸鱼前后两个字当主体。那我们再看在市民广场，我们布置一个城堡的森林城堡花灯，整个城堡都是用花灯来显现。在路口就看到人间有爱，进入大门以后看到一个月老花灯，那月老花灯跟月老花灯拍照以后我们祝福他就说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我们又看到牛郎织女花灯，那因为这七月份碰到7月7号情人节，牛郎织女花灯，那我们布置这花灯目的就是说跟牛郎织女的花灯拍照打卡的人祝福他有缘千里来相会。游玩到这个区域出门以后，会看到整个的就是爱的表现啊。然后我们再看我们市区的田寮河的12座桥，我们到龙桥为止，我们都是布置日式灯笼，跟往年不同。那全部的桥都是一个平安寺，所以我们今年的主要就是祈求市民朋友平安。就连我们订购了20000个口罩来分赠给市民朋友，我们口罩上面也印着皇室中青会温馨叮咛，口罩戴好戴满，阿弥陀佛，拜拜，永远不要再来。这一切都是朝着平安。再看看祖母坛的祖母坛，那我们抛弃传统的，像做旧坛一样，我们布置一个7星级的大酒店。完全非常亮丽，我说是全世界所有的酒店没有像我们这么亮丽啊。最主要是希望老大公好呀，你住进去以后，你爱会记得讲保庇基隆市民平安健康。那我相信我们的诚意会感动天，会感动老大公好呀的。谢谢，真的很感动哦，连总统蔡英文都很感动哦，他特别到现场一块来参与这一次的开灯放彩，我们来看看。7点多，掌声鼓励。时间一到，祖母坛大放光明，五彩灯光加上烟火齐发，普渡仪式也跟着展开。希望暂时回到人间的好兄弟可以享受丰盛贡品，在这里不怕好兄弟大驾光临，只怕好兄弟不赏光。坛前的上千盏灯也将基隆的夜晚点缀得耀眼夺目。除了传统技艺的正统舞龙舞狮、锣鼓声震翻天以外，全部的花车我们是以感恩为主题来展现，感谢上苍的祝福，感谢医护人员的辛苦，奥密克戎疫情终于渐渐过去，谢谢他们。
台湾各县市皇室宗亲会的理事长，台湾皇室宗亲总会全体理监事，在总会长南六企业公司黄青山董事长带领下专程北上，共同见证参与采街游行，证明台湾皇室宗亲大团结，我们非常欢迎他们。我们摆脱以往教坛的方式，创新布置主普坛，为老大公，为好兄弟，打造今天这座七星级的大酒店，让他们住宿。今夜开灯放彩，灯火照亮夜空，祝福我们的国家国运昌隆。总统蔡英文、基隆市长林佑昌和立委蔡思颖与轮值主普的黄姓宗亲会共同主持开灯放彩。我们在中研普渡，拜老大公，祈求台湾顺风顺水、国泰民安。看到我们乡亲们的笑容，更加相信我们台湾人不止热情参与宗教文化活动，也很热情的交朋友。最近有很多的国际友人都来台湾，用行动支持台湾的自由民主。这都是因为我们大家团结守护民主自由，国际才给我们很多的支持。就像过去这段期间，大家克服了团结，克服了疫情，展现台湾人的坚定的和韧性。我还真的要谢谢大家跟我一起打拼。那么，因为大家团结，我们共同克服了疫情。之前停办的放水灯、花车绕境游行，终于在暌违两年之后呢恢复举办。那么，代表我们的生活逐步恢复正常。我要谢谢各姓氏宗亲、宗亲会的无私的付出，和我们乡亲的热情的参与，让我们今天晚上可以团聚在这里。那么基隆中元祭是台湾历史最悠久的民俗祭典之一，更有传承全台最完整的祭典科仪。那么今年已经传承了第168年。中元祭的精神象征着族群的融合，凝聚了我们对这块土地的认同，不仅是基隆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台湾很重要的文化资产。越在地就越国际，基隆的文化跟观光价值也就绝对是国际级的。主普坛开灯放彩之后，中元祭活动最高潮放水灯绕境游行将在11号晚间登场。去年和前年中元祭放水灯游行因为疫情取消了徒步采街，今年将会恢复举行，预计精彩可期。真的是精彩可期。刚刚可以看到这是号称七星级的这个大饭店，主普坛大饭店。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理事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在布置的时候是不是花了很多的心思跟巧思在上面？这个我们去年就开始主普坛怎么样布置，大家就在筹备会在讨论。那刚才我们主委说七星级饭店，因为主普坛要给这些好兄弟来住赞助嘛，然后住完我们那个过几天就要主普了，就请他们来享用了嘛，所以这个饭店一定要做得很漂亮。我们花了很多心思，譬如说我们要跟起码就是我们15年前呢一定要有进步，然后这一次各个角度都有注意到。因为我们主普坛这一次这个遗憾的就是说他那个电梯还没有做好，当时去年的时候市长跟我们说，你们黄姓这一次主普会很多人哦，因为那一个电梯可能会完成，结果还是没有完成。但是你总统到我们基隆来参加这个基隆中元祭应该是第一次，所以这个是有史以来啊，也是我们的光荣，这样子。对，开灯放彩可以看到人潮满满哦。其实，在中元祭放水灯游行的当下、哦，更是聚满了人潮。一块看看放水灯游行。
尊天的鼓声响彻基隆市中心，与太鼓表演艺术团队带来大祭演出，为中元祭开场。福尔摩沙马戏团演出基隆中原马戏斗阵型精湛演出，让民众大开眼界。整个基隆市区晚间仿佛是个大型的嘉年华，热闹滚滚。今年传承168年，基隆风街举办绕境，中青会五颜六色花车超吸睛。基隆市长林佑昌亲自颁证匾额给黄姓中青会，感谢中长们用心今年筹备。不只是传承，更要把这百年历史文化活动继续发扬光大。但除了整夜精彩的表演游行之外，入夜后的放水灯才是中元祭的重头戏，记录下一年一度的中元盛事。你知道这个放水灯游行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哦，就是可以接糖果，然后被洒香水。那这一次恢复了，大家可以徒步游行，这也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主委哦，其实在这件事他也号召了很多中青一块来响应哦。主委，那是我们今年的花车来讲，我们有定制了五部花车，它的花车名称第一部是虎虎生风庆中元。就是一部一个虎的样子啊，最主要是以今年是虎年嘛，那我们就是无论如何就是一直想要感恩的，就是说哦，想要祈祷的时候我们的疫情快点过去，所以我们定了一部花车，全民防疫平安健康，就是说告诉人们哦，我们要把口罩戴好戴满，要勤洗手等等。那第三步就是说无论如何我们基隆市那希望他能够快一点振兴起来，所以他叫魅力基隆风光无限这个花车。那另外一部哈，就是说经过这样的花车游行，经过这样的彩街游行，那我相信老天也看到了。那我们另外定制一部农民吃喝百亿销啊，疫情过去了那。最后我们有一部花车就是全民挺医护，向医护人员致敬啊，所以整个花车来讲从头到尾这是一连串的故事。那这中间穿插着比方说开导车、重机车、大鼓亭、投机车、业余队啊，还有最主要哈是有一些哈我们黄姓中青会来讲，那因为今年我们请台湾黄氏中青总会的理监事会在基隆召开，那这些理监事会的成员大部分都是基隆就是台湾各县市中青会的理事长跟总干事，所以等于说台湾黄氏中青会各县市的理事长在那一天通通到基隆来，那他们不但参与不但在这边开理监事会，而且当天晚上参与我们的彩街游行，由黄青山总会长带领啊参与彩街游行。那一天来的人数，据我所知道，把长隆酒店的房间住到满，不够，还有一部分住到柯达。那可见，除了我们热烈举办中元祭以外，那希望也能够对基隆的经济带一点好处，那这是我们的期待。那当然也非常感谢老天，无论如何就如我说的，我们就是怀着感恩的心，谢谢天，谢谢老大公好兄弟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年能够办个彩街游行，让这个中元祭能够恢复啊。那希望哈，从此以后啊，每一年的中元祭啊，大家都能够像这样的办理。那如果能够这样，那相信疫情就是离开我们，我们全民健康平安。谢谢。
是，就可以看到黄信中心会真的非常的慈悲心哦，希望这个能够绵延下去，都很兴旺哦。那同样一样可以挤爆的这个最重头戏的就是我们的放水灯这件事，民众一样挤爆了望海巷，盛况空前，一块来看看。来300，100，再100，300，好，我再去。一座一座华丽水灯陆续进场，万海巷停车场四周挤满人潮，全都在等待这一刻。轮值主埔的黄信中青会水灯头，在中长们合力协助下，陆续推入大海。水灯头燃起熊熊火焰，越飘越远，火势烧得越旺，代表中青会会更旺。看到水灯头越烧越旺，众人好开心。各中青会水灯陆续推入海中，伴随着现场释放烟火，让望海巷夜空光彩夺目。前两年因为疫情，去年不开放民众参与，今年来现场人潮几乎把望海巷给挤爆。大批的摄影爱好者在岸上架起一整排脚架，有人从中午就来卡位，希望能够记录下最美丽的一瞬间。水灯释放最怕遇到天候因素，尤其是外围环流影响。每年放水灯，基隆市消防局和救难大队动员超过50人，在岸边及水域进行戒护，4个人一组协助中青会释放水灯。虽然疫情趋缓，但释放水灯活动依旧不失传统，也希望在这艰困的时刻为人们提供慰藉，为台湾祈福。可以看到真的非常的热闹哦，我们也看到黄信中心为他这一次的水灯头也别具特色，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主委。放水灯最主要的目的是招引海上的孤魂，告诉他一个方向，一个点灯，一个方向，告诉他我们在这边将办隆重的法事，为他们超度，也办一些喜宴啊，那请他们来享用。那几年来我所看到的放水灯今年是最平静，每一姓氏包括我们黄姓中青会每一姓氏的水灯头都烧得很旺。据老一辈人讲，水灯头如果烧得越旺，那该姓啊今年就会越兴旺。那今年是每一个姓都烧得很旺，可以证明说我们基隆市日后啊每一姓基隆市民都会平安健康啊。谢谢。哇，可以看到大家的运势会越来越旺哦。那当然，在这一次的传承创新当中呢，黄信中青会它不但创新，而且在传承文化方面也尽心尽力。我们一块来看看他们带来的米雕教学活动。首先就是先搓圆，我们用竹签慢慢的穿进去。这样有趣的米雕体验教学前进校园，通过老师手把手的说明，让小朋友慢慢的做出成品，感觉相当有成就感，同时也轻松融入了在地中原祭文化的氛围当中。这是今年竹埔黄信中青会推动的系列主题活动之一。基隆市黄信中青会妇女队队长杨玉兰跟理事黄天生也都到场，鼓励小朋友多多认识在地故乡的文化。我发现我们很多那个文化传承哦，都好像一直落寞下去了，所以我想利用这个啊中元祭的时候，来给这些小朋友，让他们了解什么是我们的文化，什么是我们的记忆，应该要继续传承下去。刚才呢，我们也到龙胜国小去上了2节的课。所以呢，现在就到我们的五仁国小来上，让更多的小朋友能了解到
能来知道什么可以，什么叫做文化，要怎么样来传承。首先我们非常感谢基隆市黄信中青会给五伦国小的孩子这个机会，我们今天黄信中青会到五伦国小来推展我们中原祭的系列活动，我们带领孩子做米雕的教学。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让孩子实际操作，然后来体验这个传统的技艺，让他对我们基隆的特色中原祭呢能有更进一步的体会跟了解。杨坤祥校长感谢黄信中青会方面的细心安排，让大家对于在地的基隆中原祭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而透过了教学说明，也厘清许多的疑问，让大家知道米雕真正的样态与功能。我们黄信中青会的主委们所跟孩子介绍的，我们在祖谱坛这边，我们在七月中原祭的时候，我们这些米雕的技术跟技艺呢，就会呈现在祖谱坛这边。祖谱坛是我们基隆很在地的一个特色建筑，那我们也希望借由孩子这个米雕的艺术作品，让他跟我们的祖谱坛产生连结，这样在加深孩子的印象上呢，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功用。我们这个中原祭哈是有168年，我们黄信中青会今年是非常的荣幸，刚好再轮到108年的时候，就是一路发下去，嘿，那所以呢，我们今年族谱，我们是15年一次的族谱，我们因为现在疫情也渐渐的已经缓和了，所以我想利用今年的我们的族谱，我们会办得非常非常的隆重，非常的热闹，希望呢，大家能，我们农历的7月14号，也就是国历的8月11号的晚上，尽量来我们基隆市区来看热闹，也到我们的望海巷来看我们的放水灯。哎，这就是向下传承的力量，他们直接把这个米雕的教学带进了学校，让小朋友从小就可以习得这项技艺，进而认识我们的基隆中原祭。那其实在进入校园传承这一方面，其实黄信中青会每个中青会他们都有做到这一件事。那在今年呢，又有什么样的突破跟亮点呢？我们要请教理事长。这个米雕的艺术呢，也是我们文化部文资局哈，它是一个无形资产。它我们基隆有一个就是保存，就是这个技术的保存人是谢延章老师。他非常有名，做这个米雕的艺术。那这个米雕就是我们说捏面人嘛，他其实他主要是做看生，就是说我们普渡的时候，你这个除了这个帝王的山珍海味以外，你要给这些好兄弟看很多装潢，那这个看生就是其中的一种。他做的越精致，然后越热闹，当然就我们讲就越有面子，然后这个好兄弟他也会越高兴，这样子。对，就可以看到这个看桌米雕这一件事情，他其实在族谱的当天哦，族谱坛他们都会有盛大摆放。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主委哦，其实在今年黄信中青会是不是在米雕的创作跟摆设上有不一样的意涵在里面，有没有加了什么呢？我们今年按照往昔一样，就是五连舟。那五连舟包括有荤舟、有素舟、有西洋菜舟。那另外一个就是看生啊，那些米雕。那看生米雕，就如我们刚刚理事长所说的，是一个传承啊。那希望以古代的方式，以古代的生理方式来祭拜他。那因为我们祭拜这些老大公，祭拜这些后兄弟哈，也都是有一些是古代的人，那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诚意。那今年我们也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米雕，那现场非常热闹。
展现我们黄氏中心会对最大诚意。谢谢。是，真的展现很大诚意。我记得去看的很多，他们都摄影爱好者，他们很喜欢看，就是他们有西洋桌的摆饰，然后有我们的中式，然后有台式。我记得今年是不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给小婴儿，对不对？有特别捏出来。对对对，我们特别注重这个婴儿的，因为这一个是我们就是。文资局他们建议，他说最好对，因为这一个可以说，他也有一些他们说婴灵嘛，就是说婴儿就来不及长大，他或者是有的就来不及出生了，变成孤魂，那你做的这个婴儿席哈，那这个不能放在高哦，一定要放在旁边再弄一个席子，这样子代表他小孩子才。拿得到对，就这个有，就是这个婴儿席。对，真的很有趣。就是大家如果去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古时候的人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祭祀、在族谱这一件事情，从我们的这个五连桌里面都可以查看到那个祭侯的历史故事。而黄姓中心会在承先启后，承先做得很完善，但启后这一件事情其实是很多中心会要面临的问题。但是黄姓中心会他们很有方法，他们就先从自身做起。我们一块来看看他们在放水灯游行的时候大力总动员的情况。咱今日吼，黄姓中心会主办2022吼闰年年中元祭，啊特别邀请台湾黄氏中心总会，啊发动台湾各县市的理事长，啊派代表一共来参加，所以我们今天黄氏中心的阵容非常庞大，啊这代表台湾黄氏中心大团结，啊大家共同来见证。看看我们这已经传承168年中元祭的盛大祭典。今年因为休两年了后啊，所以今年特别大家较欢喜。啊，搁今年来自全国的真济，我有百外的宗亲拢来收听，所以今年的定量真好的。这个基隆中元祭放水灯游行可以说是整个中元祭典当中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活动。今年轮值族谱的黄姓宗亲会可以说是全台大动员，邀请了台湾黄氏宗亲会跟基隆的在地黄氏宗亲，全家大小都走出来，展现黄姓宗亲的团结气势与凝聚力。感觉讲，我曾经有做过这领导这普渡的时候，主谱我办三遍过。第一遍我就是，做，迄阵我是做执行委员、主任委员。第二遍我还做理事长。第三遍我做路主，因为我感觉家人的时候有这宗亲会，这宗亲会大家轮流吼，来竞争，每年15年一遍咯，一年一年吼。有这个同情队的时候，大家拢输人不输阵啦，输阵歹看面咯。啊，大家继续，怎么样？会较和谐，规个市面的吼，任何一项代志吼，有同情队吼，会当调解。啊，同情队造成这个社会气氛咯，真和谐，真融洽。这是一个跟别个县市无共款的。啊，因为这个同情队关系。差不多一个月有八十回一摆食饭，所以大家有啥物问题，拢会使提出来自由参详安尼。所以带家人的时阵哦，无形中哦，即个会带动哦真侪友好感情，友好感情哦。今年的阵头比较特殊，我们抱着一种感恩的心。那很多就像今天重机队啊，像30支部，他也是义务帮忙、义务演出，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用心，他们认为说，哎，共襄盛举啊。那很多其他的队伍，就像三坑德义堂，那满头北啊，满头北啊，听到说，哎，我们黄氏中心会、基隆黄姓中心会啊，被主办一马公，无论如何要派啊驻队出来啊，就。所以啊，今天我们很特殊，
平安，我们的队伍里面有一个三坑德育堂的子弟班。在族谱游行队伍当中，除了黄姓男丁展现团结气势，妇女队也用动感的走动式舞蹈为游行的气氛加温。这些妇女队成员可说是训练多日，动作熟练有气势，让观众是掌声连连。啊，我们希望讲，我们后一个青年哦，长江河东水前浪哦，会当成年，我继续过来给稳定啊哩，啊无稳在就是老去啊哩。当然，阮有新的阿在顶啊哩吼，啊等我感觉咱这个家人的气氛哦，有这个普渡吼，带动真济繁荣、个观光吼，啊我大家感情哩，非常重要。这也是疫情开始之后的这两年，基隆街头少见的热闹画面。全家大小一起到街头看游行表演，也共同祈福疫情早日过去，让大家恢复正常生活，拼经济过好日子。过好日子也可以看到这个传承的力量真的很强大。我们先请教我们的理事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把这个孙子辈通通都拉出来，这很不容易耶。对，这个传承的问题是所有个性中心会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因为我们渐渐都年纪都大了，中心会里面参与的大部分都是年纪大的，因为他们已经有参与，所以他们的付出他们就会觉得他有兴趣。像家父也是，15年前他希望今年还在，但是没有办法，那就由我又传承下来。而我们也希望说，15年后，我们希望这个丁峰他们，他的儿子他也都有参与，他也很有兴趣，很有可能就希望他们又出来继续传承哈。啊，这个传承我们就是绞尽脑汁，看从学校最好是从国小开始，怎么样跟学校来配合，然后把我们。个性自己的中心，你看怎么样去让他有兴趣，然后继续传承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我们大家都还在想，也没有说一定很有效的这个方式，但是我们往这方面去努力。对，真的可以看到黄姓中心会的用心哦。就以那个丁峰主委来说，他就直接全家总动员，孙子全部都拉出来。我们要请教主委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要传承有什么样的看法跟想法？在传承方面，大家都共推我的大儿子黄宏林啊，说担任青年组的组长。那我就有一个构想，包括我们理事长的儿子，他是在台北工作。那我就跟他讲说，好，是不是在至少放水灯游行的时候，采集游行了，请他来。那我一共选了15个，比较年轻的，大概30-40岁、40-50岁这些年轻人，我通通做一条青年副组长，15条，他们背在肩上。那我告诉他，这个肩带不是背好看的，是背责任。那15年以后，我们将会从你们16个，包括一个组长、15个副组长、16个青年里面，我们要选出你们应挑责任的人。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由年轻一代来传承这个。无论如何，基隆中原记传承168年，从来没有间断。那我们也希望它继续传承下去。不管200年、300年、500年都是如此。那刚刚理事长提到说，我们中心会可能每一个中心会都碰到同样一个问题。那理事长就提到说，我们是从国小那边去着手，那当然必须花一点钱，比方说用奖学金方式来鼓励黄姓中心他优秀子女或是清寒子女来帮助他。那相信。他们这些中心如果他们受到恩惠受到我们给他一点帮助，那将来他也让他提早认识认知说中心会是什么回事，
那将来他们长大以后来参加中青会，相信中青会就不会有中断，啊，那希望这个中原祭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尤其是每15年一次，更能够越办越盛大，越好看越热闹。谢谢。哇，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的黄信宗青会哦，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带大家来看到基隆中原祭的传承与创新，把慈悲民族融合的精神代代传承下去。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谢谢我们黄信宗青会，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